丝袜业在台湾产生争议，所有的废物都留在我们的土地上，真的值得吗？反对高岗脚啊！反对高岗脚啊！丝袜业就是跟着我们农民生活在进步的。国光丝袜再造台湾，台湾今天经济能发展这样子，丝袜业占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。10月13日周三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，德立特派员，实话实字录。